台湾民进党呢，可以说是十足的这个媚日走狗、汉奸亡国奴了。谢长廷如此的这个卑躬屈膝、颠倒事实来侮辱这个台湾人民，侮辱台湾的这个核电站，居然这个民进党还在上面庇护他，还在大树荫庇他，蔡英文这个王八蛋呐、啊！台湾人居然还支持他，就证明台湾人甘当日本人的走狗了，对不对？你既然愿意当狗，你还为什么还要把自己当作人来看呢？台湾人就是狗嘛，对不对？日本人的狗，美国人的狗，凡是做狗当狗当久的人，他直不起腰来嘛，对不对？一旦遇到这种主权问题，他一定是匍匐在这个日本组织的这个脚底下去舔狗屎嘛，对不对？去匍匐在美国组织下舔狗屎，台湾真他妈没骨气。